请问林志玲姐姐，您印象当中人生最不优雅的回忆是什么片刻？因为这几年我的生活其实就很简单，然后我大概会做的事就是从家里走到超市，再从超市走到家里，那我都会抱着小宝贝这样，然后把它放在娃娃车推推推推推推，然后大部分回来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小宝贝就说就会觉得不想要坐在里面，不耐烦了，要妈妈抱，要抱，然后我就会一手抱起他，然后一手推车。那我家的娃娃比较重，然后东京在前阵子夏天的时候是大概40多度，你能够想象吗？我通常就这样，然后一边流汗一边流汗，就觉得哦，我现在好不优雅，我一直希望没有人认得我，一个不要有人认得我。我们一直在讲优雅，在讲修养。请问林志玲姐姐，您印象当中人生最不优雅的回忆是什么片刻？一定有吧，比如说学生时期啊，小模的时期啊，这个还有什么车模的时期，或者后来当巨星，有没有不优雅的时刻？我们看不到或者不记得。如果是最近的话，最近的好哎。最近，因为这几年我的生活其实就很简单，然后我大概会做的事就是从家里走到超市，再从超市走到家里，那我都会抱着小宝贝这样，然后把它放在娃娃车推推推推推推，然后大部分回来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小宝贝就说。就会觉得不想要坐在里面，不耐烦了，要妈妈抱，要抱，然后我就会一手抱起他，一手抱起他就会把所有买的菜都放在娃娃车，于是一手抱娃娃，然后一手推车。那我家的娃娃比较重，所以就好抱起来，然后一手推车。然后东京在前阵子夏天的时候是大概40多度，你能够想象吗？我通常就这样。然后一边流汗一边流汗，就觉得哦，我现在好不优雅，我就希望没有人认得我，一个不要有人认得我。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最近觉得不太优雅的时候，就很狼狈，对不对？又是满身汗，然后呢这边又抱着，这边又推着，对哦，照理说应该是抱着菜推着娃娃，他是抱着娃娃推着菜，然后就把娃娃摆到冰箱，然后帮那个花椰菜换尿布，对不对？哇，这真太惨烈了。哎，这听看起来很不像志玲会发生的事情，可是没办法。不同的身份就有不同要面对的事情，辛苦你了。不会，是很幸福的啊，是幸福的。OK， 谢谢志玲的分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